小猪佩奇看到兔小姐不小心撞到了陶瓷瓶上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。用浅黄色涂兔小姐的头部。用黄色涂兔小姐的衣服。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浅蓝色和蓝色涂陶瓷大瓶子。用浅蓝色和蓝色涂陶瓷大瓶子。用棕色涂地板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